我一分钟以上了，准备进主要，肝容量不够，只剩一分半 K 度，好险，肝容量只剩一分半 K 度，完全不够用，人可以下一次吗？小春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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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还是拿这个。他跟你说两刀挑的，你要哪一刀？改天我把他两刀用先挑的。改天把他用平的，好不好？很屌、哦，不要。上台吗？很屌、欸，大杯是平的。收钱喽，打。收钱喽，收。效果。赚翻。赔钱了。学翻了。知道你我赔钱了，八百多。在每年那边。怎么跟大只？赔钱。跳一枪的他。有没有跟大只考虑一下？没有没有。说完。我要被黑洞，那也不会。汇报，好。练功了，然后你要被，我要被练功，你要被拿钱了，对，你要被领很多钱了。他最后一定可以跳三叉子，不然他不会去。对。哦、他先用几北，然后钓那只，然后上来钓完月影之后，然后这只，然后出现月影，然后出来插我。我是好强啊、哦！那个 combo 我用不住啊。没有人打的主流。我只用到一半。大的选在右，怎么样？没有。大杯水，前面虽然是大杯，卡，卡，大杯空，我被打飞了。你别怀疑我，有理是他们价位更高了。我收走了。我收走了。太大了，每次有没有都变到三冠大配，两张月影交出来。死掉。快！能冲就冲，快！抽出来吧，耶！攻击天眼。战斗步骤。不嘛，太慢定。伤害计算回合玩家优先权。这还有球王效果。一千三续攻。一千。五阶二，七星同步，不，玫瑰了，发动效果，我被干掉了，你被干掉了，没有啊，抽到飘不出来，没有啊，超容易抽到，抽到，然后没有，这次也是杀死吗？我刚做过了，简直 beat， 召唤不发效果，换了，抽啊，好。好啊，等一下，再来一张。好，用，好，不要叫美国龙，再讲，再讲，再讲。啊，他不能笑。你血都比他多，你又不用怕。那我就不用打。什么意思？你要认输啊？我认输，我们我输了，我们就不用打了。我输了，然后我跟你打，然后我有赢你，我就车轮了，来啊！不用跟下去了，做梦回来啊！你是认真的吗？当然不是啊！笑笑。麦克卡，能提高好力啊了！挂机等我一下，谁？喂。好。好了好。好，拜拜。随便啊。我还没打，就先交两千了。好好好。好，拜拜。
你妈、哦？不管是不是我怕死你啊！还是万者？是万者是全台的。啊？你妈？换。对啊，第二台通电话来。白天吃你全台耶！不要做。代表我不会被回杀吗？翻到神鸟是不是赚了？什么警告？又是什么警告？看都不知道。看哪里？看一段。好，你要跳冥府了吗？他要跳飞机魔舞。你以为他是我？他知道玩飞机魔舞。因为他是我，我哪那么强，都不还杀不死你，杀不死我的怪兽，一个怪兽，还好而已，太不对，我以为你放几只鸡啊？两只，我以为放三只。你傻，你很贵，杀不倒的弟弟，你很贵。杨木地这么多钱，要钱要钱，杨木地他当案子没接，他们的。然后抢钱，他才二不一嘛，缴钱。拜。目的是大妹，应该没有回字可以写了。大哥哥好厉害哦！状况。他更大乐透一样吧？外公吧。你自己快走，感觉更厉害。都。结果阿伯是真鸟一只。对，我说我人生。下怪兽。怕什么？要不要发枪？拍照。好啊。两只敌人在面对面，不能发效果。No。有多少年啊？哦，他这个好厉害，哇，还要看看人。看你要等我，好的。就上来。恭喜宣言。战斗不懂，伤害计算。我、哦、跳太快了，不好意思，伤害切断了，伤害判定。不用吗？嗯，不用吗？不用了，你刚才其实都跟他急。回合玩家优先权。啊！现在多少？三千。是。哦，这个不稳。他应该支持单鸟。敢输啊！靠腰里面有小鸡。走啊，没把没打。敢忘记？谢谢。差太难了。走。